挑战两万多米拿下的翡翠岩石能不能开到满指，这个料子压得上去这个颜色太妖艳了啊，整个料子全身都是这种表现，而且这个料子是一个白光灯的效果啊，这个料子裂不放，因为它品质是非常的高啊，这么浓这么妖艳的纸真的是很少见的啊，我们现在直接去把它插开看能不能怼到高品质的东西啊，这个料子太牛掰了啊，整个是一个满纸啊，而且是比较浓一点的纸啊，整个料子全部都是啊，看一下这个料子，不光是满纸，这个料子总也是不错的啊，看一下这个料子的一个吸光性啊，非常不错啊，然后这边雾层还没扒下去啊，这边是已经有点黑度了，料子整个是满了的呀，裂是有啊，但这种东西的话不怕啊，能取到件，纸压灯上去是非常的妖艳啊，太漂亮了啊，看一下细节，这个料子是能取满纸的件的啊，整个这个货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，料子也这么大啊，这边都是有的，这边还没包下去啊，它在还在雾层上，料子是一个两万多米拿下来的，非常不错啊，这个料子搞大了呀，太妖艳了啊，这个纸非常漂亮，可以做牌子把件啊，这个料子也可以整体雕，非常的合适啊。